请你把从这讲本，要不我们感冒了喝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感冒的喝全叫吊瓶上的，真的喝不了，主要是我们也不认识。我一百个人都在帮我们工作，是你在给我们面子不？怎么我们真的不喝酒。哎，请你把从这讲本，要不我们感冒了喝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感冒的喝，全叫吊瓶上的。真的喝不了，主要是我们也不认识。你不是想吃个饭？我一百个人都在帮我们工作，是你在不能给我们面子不？但是我们真的喝不了酒，好吧，我们不喝这一包。我不行，哎，我你说经理这个是礼貌问题了，不是？我觉得这已经有点不是很礼貌了。你妈的别的意思，我真的是那个你们家的门应该叫做人力超市人类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，我加不了你的微信。我男朋友很凶，他家暴，他打人。我真的加不了。我的男朋友是从来不讲过，我男朋友是纯属的。